会不会太悲伤的开始？好，接下来更悲伤。我没有要放过你们的意思。但是因为这个，我有稍微改编。
有很悲伤吗？杰瑞，你喜欢这个版本吗？其实这个是板奈的，我给他弄成三拍，这是板奈第一张专辑的《失去你》，然后他是另外一个版本，但我把它做成，对，爱情有时候很像在跳圆舞曲啊，这样，然后可能一边跳会一边流眼泪，然后就换人，有没有？失去你就然后又换人，然后又会一直换人，换到就是很心酸嘛。也不会啊，都是换到很好的伴侣，也很好啊。